净瓶是观音菩萨的法器，大部分的观音像都是持玉净瓶，但中南海人大寺的净瓶却是锡做的。相传有位高僧从信封扛200斤麦子走到此处，身患重病，圆寂前嘱咐将锡的做成净瓶护佑一方。如今人大寺以扛200斤麦子吐蕃10里作为修行，而将麦秆织成蒸笼蒸出的菜包、皮包子，能让人满怀感谢，也是该寺一绝。